请加入 AI 智慧精要，电动汽车 AI 新纪元，工研院与光阳能源管理合作圆满成功，未来将会一起开启 AI 新纪元。嗨、hey, 大家好，我是网侯，我现在人在科技大楼的四楼这里。我今天其实是要来参加光阳与工研院他们办了一个记者会啊，能源管理系统合约签署的一个记者会啊，跟着我一起进去看看吧 ，Go！各位参加电动机车 AI 新纪元工研院与光阳能源管理签约记者会。我先说，目前看到这些工研院提供的仪表板都不会是最终的版本，最后还是要看光阳的整合了。这套电动机车能源管理系统最吸引我的地方，当然就是有会自动学习的 AI。 这有什么好处呢？像是让剩余可骑乘里程数更为精准，据说只有 5% 的误差、就不会想说这趟出门到底回不回得了家了。对一般电动车的消费者，他最担心的就是行驶的里程的问题，那总是有里程焦虑的。而且这套系统可以判断不同骑士的习惯，提供不一样的骑乘模式，另外也有保护装置，不管是低温高温还是电力即将耗尽，可以降低马达的出力，让车子走得更远。不过啊，因为除了驾驶的骑乘习惯外，爬坡载重或是风阻等等的外在因素都影响着电动车的续航力，所以还是要给这套系统一点时间运算与学习。我个人蛮期待未来这套系统可以与地图、天气等资讯整合，这样运算出来的数据似乎又会更快更准。好啦，喜欢我的影片欢迎按赞留言分享，也是可以订阅一下哦。拜托啦，网侯去哪里，下次见哦，拜拜。那这套系统大家导入到我们实际车的销售是可以干什么？我想应该最快的话，今年底有一些新机型我们会规划，当然有一些技术还要评估啦，包括什么市场啊，整个的西部的设计或是车子的验证还要花一点时间。那最快应该会是年底。